二十题，小家绕着学校的操场1400公尺，在四分钟内跑了三圈，则小家的位移为多少公尺？位移就是位置的移动，位置的改变。我们绕操场跑一圈，就从原来的位置回到原来的位置，所以位置根本就没有移动，所以没有位移。那跑了三圈也一样，从原位置回到原位置，位置没有移动，位移是零。所以第二题里问我们说，则小家的位移为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0。